虽然到了秋冬，不过大鹏湾阳光依旧，吸引很多游客。看着满满的鱼儿就在头上游来游去，这可不是身处在最当红的海绵宝宝的海底世界吗？只是看着鱼游来游去还不过瘾，那就去水母田晃晃，瞧瞧海绵宝宝的最爱。这样子，它就会自己去收缩了，它就会利用它的那个触手去。哎呀，你看它冰冰，看到了。喂水母的趣味可是一点也比不过抓水母还要好玩。不过大姐姐可是有说过，只有海生馆的水母可以喂，外头的水母可要离远一点。如果在海底撑得太久，那么我们就浮上水面来划划船吧。两个人摇着桨，左边右边，左边右边，动作可要默契十足。独木舟还有看我手指的方向，这个天鹅船部分啊，还有我们摆放在观景台底下库房那里有一些那个风浪板，哎，其实都可以照常营运。对对对，而且风浪板它这个水域哈是非常适合风浪板运动的地方，所以说也希望能够哈能够把这运动好好的推广。东南台湾来玩水也可以看看水，高雄爱河的美景，还有旗津海边的美丽景致跟沙滩。不怕你来玩，就怕你玩不够。南台湾的阳光耀眼，就等着游客来这里重新感受美丽的山海风光。中天新闻黄淑梅、郭建信，屏东报道。